主要对手是奥运冠军。真的，我是说真的，我就觉得冲击他们嘛。本来是之前上一次交手的时候，就是在冠军赛，然后到这一次的时候已经很久，然后冠军更厉害了。主要是我觉得我们俩也就是跟他学习，对，冲击他。第二局我觉得我们战术上稍微的有一点做的不果断了一些，然后一下子被冲击上来了之后，我们两个无谓的失误还是有点多，然后其实心态上还是会有一些保守，因为确实我们作为一号种子还是有一定的压力，然后关键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也是经历过大赛，然后还是心会定下来。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团体赛没有跟亲人一起配，如果带小孩配的话，我觉得输了可能没有关，就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，但是跟陈金晨跟他一起站到场上的时候，所有的就是一些压力都会，然后目光都会就是看着我们，所以还是会压力会更大一些。没想到有这么多观众给我们加油吧，就是然后团体赛的时候也没上两场，可能今天就是真的是又有压力又有动力吧。师傅来了，主要是我师傅来了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我师傅来给我加油，你快来，你快来，主要是有我师傅过来给我加油吧，然后压力比较大。很珍惜，我说实话，我跟我搭档配的每一场球我都很珍惜，就是因为我很享受跟他在一起配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默契已经很足了，我就觉得。可能就是一两句话的事情，就我们场上就一起调整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